非前世的回顾，今生怎会千般无数，我们背负历尽劫难的苦，走过无尽的孤独，终于跟上你的脚步，可惜有心你是情多之处。你刚刚说你爱的人就慢慢红尘路，你胜过万物，何及留春珠，今生永不负。你当真没有嫁给他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的温度，你的守护，共你人世沉浮，来世双修奔赴，彼此救赎，愿向我心归宿。贪念你的温度，你的守护，愿将生命交付，来世双修奔赴，是彼此救赎。知道吗？我以为你死了，那是红尘凡人根本就没办法逃脱的。傻瓜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摄魂针有可能是附在我的红豆手串上，所以我就躲了一把，破坏了阵营。终于跟上你的脚步，何其有幸你是情动之处，这漫漫红尘路。将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会在观星殿突然消失，又回到了将军府？我中了国师的摄魂阵，险些回不来了。国师竟敢谋害将军，此事必须奏报圣上。我一定会请旨彻查观星殿。锦瑟呢？他在花园。将军，您还是安心养伤吧，人家有夫君陪着呢。他们不是夫妻。你身体才刚恢复没多久，就敢冒险闯入摄魂阵，不要命了？这次你的功力至少损耗了七成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我们的事情的。我是嫌你会误事吗？但凡你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锦瑟，苏郎，你先离开，我有话一定要和他讲清楚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与他了断？我和谁说过要与他了断？所以之前跟我说的话都是骗我的。我没有骗你，但我的确没有想过要和他了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欠他的。当初我爱上你，族中长老大怒，威胁若我一意孤行便要取你性命，我怎么求情都没用。人妖殊途，你身为我族圣女，断不可与凡人有私情。倘若你一定要背叛我胡族与那顾云深在一起，就休怪我翻脸无情。长老，若你执意不肯放过云深的话，
我宁愿一死。好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我。长老，长老息怒。圣女，她只是一时糊涂。长老，我苏氏一族数千年来与历代圣女无冤，今后也不会。苏里郎，愿迎娶圣女为妻。长老，锦瑟，如果你愿意嫁给苏里郎，并且凡事以我狐族为重，不再与人类纠缠，那我便可以饶了古云深一命。他当时求娶不过就是趁人之危逼你嫁给他，算什么恩情？顾医生，无论他当时是如何求娶，但若是没有他，恐怕我们现在早就阴阳两隔，再无相见之日。当初国师掳走狐族，我也被打成了重伤，若是没有他为我研制丹药，我现在就连恢复人身站在这和你说话我都做不到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医生，我是狐族的圣女，为族人们受伤赴汤蹈火，哪怕是付出性命，那都是我的责任。但是你对我不一样，云石，你是我捡回来的弟弟，是我养大的徒弟，你是我心悦的男人。我气质，情义字尽若人知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及心头憾事，附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，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就消失，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，一夜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像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七世七世相依之时，想深知情难自知，问及心。